我们离婚吧。我知道你今天为我说了很多好话，但是我们两人之间的关系不是几句话就能解决的。我会把离婚协议发到你的邮箱里，我净身出户，什么都给你。忘了你走了多久，每天都是尽头。是否真的你离开我，就一定能找到快乐？如果真的是这样，就算我再如何不舍，再多的苦痛去换你自由，别再管我值不值得。我最爱的人伤我也最深，说走就走，剩下了我孤单一人。谁口口声声爱我有多深，你这样对我心不心？两位同学，请问教务处在哪儿？教学楼二楼左边第二间。哪儿？那边。嗯，那边。嗯。好，谢谢啊。少人要忘了你，我没有天分。我最爱的人伤我也最深，说走就走，剩下了我孤单一人。你这样对我心不心疼？我最爱的人伤我也最深，舍不得跟都还不够痴痴在等。你一直在这儿等我？对啊，我想你也不希望全公司看你笑话。还有，你不想想你自己，也要想想顾菲菲啊。现在全公司的人都在传你和他的事，我刚才看见他一个人进去的，要是再看见你一个人，你们俩就说不清了。你是男的还可以，你叫菲菲以后可怎么办啊？慧明，张夫人。哎呦，吴叔啊。慧民，恭喜欢迎欢迎来了。张夫人，很高兴能参加您的家庭聚会啊，希望您和张副总结婚的时候，我和慧民还能有幸来参加。是啊，不是说周经理和周太太因为顾菲菲闹离婚的吗？是啊，不过这么看来不像啊。那就是谣言。嗯，没错。走。慧民啊，你们最近可好啊？挺好的，谢谢您的关心啊。那我怎么听说你们在闹矛盾？没有的事儿，都是误传。哦，没有就好，没有就好。一日夫妻百日恩嘛，这夫妻之间有什么大不了的事情，是吧？夫妻间应该多沟通沟通嘛。今天的自助餐啊，都是我们特别定做的，你们不要客气啊，好好玩啊。好的，好的。好。菲菲，你怎么一个人在这儿？我一个人出来透透风。少喝点吧，小心喝醉了。其实有的时候呢，醉了也挺好的。我还真的希望能长醉不醒，更好。大家都在里面，外面风大，小心着凉。还是进去吧，屋里乱哄哄的，我一个人挺好的。没事儿，你去陪吴叔吧，否则他一个人又要多心了。我没事儿的，真的，去吧。好吧，少喝一点。嗯。知道为什么大家都走了，特地把你留下来吗？张副总，你有什么话就直说吧。不愧是我一手提拔起来的。
你们慢慢聊。好。别急，走。何明啊，这个徐总年轻气盛，有时候做事呢未免操之过急。说实在的，这次重新启动浪漫巴比伦这个项目，我是不赞成的。我一直觉得这个项目劳民伤财，而且 EAC 已经进入轨道，现在只要稳中求进就好了。虽然保守，但是安全。更何况这 EAC 可是两代人的心血啊，我们这么多职工，不能因为薛总的一时冲动，大家都陪着他冒险，你说是不是啊？这张副总，慧明他也是这个意思，他回家跟我说了，也很担心这个项目。我最担心的就是钱都花了，最后还是一事无成。那您的意思是最好尽快停止这个项目？董事会有什么意见吗？董事会要的是业绩和结果，你明白吗？张副总，慧明可是您一手提拔的，您的话他哪能不听啊？慧明啊，你看看你太太，的确是非常明白事理啊。张副总，我知道该怎么做了。慧明啊，有这么好的太太，好好珍惜啊。来了来了，灿爷。菲菲没事吧？在屋里呢。你们俩也太有默契了，今天他醉，昨天你醉的。我去看看啊。他这醉的可比我严重多了。对啊，也不知道受什么刺激了。一言难尽呐。哎呀，天哥，明天早上我要上班，但是我又不放心他。菲菲，我来照顾，你去睡吧。真的？真的。那好吧，灿爷，谢谢你啊。去吧。有很多事情你现在不清楚，总有一天会让你都明白的。久了，我来开车吧。我就喝了一口，没事儿。哎，慧明，我们离婚吧。我知道你今天为我说了很多好话，但是我们两人之间的关系，不是几句话就能解决的。我会把离婚协议发到你的邮箱里，我净身出户，什么都给你。忘了你走了多久，每天都是尽头，是否真的你离开我就一定能找到快乐？如果真的是这样，就算我再如何不舍，再多的苦痛去换你自由，别再管我值不值得。我最爱的人伤我也最深，说走就走，剩下了我孤单一人，谁口口声声爱我有多深，你这样对我心不心疼。两位同学，请问教务处在哪儿？教学楼二楼左边第二间。哪儿？那边。那边。好，谢谢啊。少人要忘了你。